下面请您欣赏打灯谜，表演者郭麒麟、阎鹤祥。哟，谢谢。哎，谢谢您，谢谢您。哎呀，你看，哎，给我买奶茶哈，这是、茶霸，你说这玩意儿，还、挺客气，大伙儿挺热情，你说这张，这是热情啊，这是吧？我以为这是咱们纽约打招呼的一种方式。嗯，啊，有点那感觉哈、感谢各位吧。啊，这个刚才不来了，刚才是我父亲，还有我师傅两个人说了一段。让他们呢下去稍作休息，这场呢把我们哥俩更换上来。对，好多观众对我们哥俩其实不太熟悉。对，您还是很熟悉啊。你大点声啊。我叫郭麒麟啊，这位呢是我的搭档，他叫阎鹤祥。是啊，跟我哥合作时间也是不短了。嗯，多少年了？五六年了。你看他也没准儿，你知道吗？合作了有五年了。是在一块儿呢，我哥对我是照应有加。应该的啊。这次我们一块儿出来演出啊，其实我说啊，我哥这个人说相声没问题，没有问题，但可能就是人品这方面吧，就差一点。您说那是你知道吗？我怎么了？谁人品有问题？不是，咱都不是咱说啊，不是咱说，这个人稍微就是这词儿有点粘牙，我都不好意思说，真的就好多人评论他，就说阎鹤祥这个人啊，怎么了？淫荡。这是哪个观众这么说的？我说这话我脸上都发烧，没听说过。而且真是在国内很少有人说，出国就有人这么说的。去你的吧，出国谁这么说我了？电梯就这么说呀。电梯怎么说了？狗淫荡，你们看了？就评论我这，哎呀，这对，那下回咱俩就别在电梯里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干嘛？咱俩在电梯里干嘛呀？什么叫够淫荡？那是那么说的吗？你怎么这么开放啊？你怎么？去的吧！你出国敞开心扉了是怎么着？像话吗？没有，没有那个，就说我哥这，反正就可能有一点小瑕疵。这是小瑕疵吧？对，瑕不掩瑜。嗯，还有很多这个闪光点吧？你说点好的。闪光点啊、比如我哥这人特别的喜欢研究学问，啊，好读书，读书呵啊，就喜欢看书。对，到哪儿每次到哪儿演出啊，当地的图书馆必须得去。哎，那必须得看，是对吧？遨游在书海当中啊，到咱们纽约，去了，到图书馆去了。哪个图书馆？就咱们这哪有哪个图书馆啊？纽约公共图书馆。嗯，哎，到那儿去了，就跟到自己家一样啊。是，呵，好美死了啊！推门进去看人这图书馆的管理员，嗯，哎，给我来一包煎饼果子。对。来一套啊！图书馆要煎饼果子，多搁鸡蛋，给人家气坏了。人管理员，那是，我们这是图书馆。对啊，给我来一套煎饼果子。这是音量的问题吗？这个，啊、人就这意思啊！神经病，人就是这意思。就说、你说你爱文学怎么了？这爱文学啊，对不对？爱文学。知识储备，量特别大，是啊，在一块说相声啊，脑子反应也快，是吗？怎么你自己对自己有质疑是怎么着的？我说您老说着，我说脑子快是吗？你看他自己还，你还是差着点。我脑子就是快，说相声没有脑子慢的，是吗？对呀、啊，行，那太好了啊！我哥这人了不起啊，嗯，我熟悉我哥的都知道，我哥有个外号啊，叫严壮壮。你知道吧？什么外号呢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别老提这个。今年都36岁了，叫严壮壮，你看没有啊？行，挺可爱的，挺可爱的。够淫荡的了。对对对，一般话吧，一般话。嗯，这个，那我现在当着大伙儿，咱们来玩一回怎么样？可以啊，玩就关于脑子，别的咱不玩啊。别的你也玩不过我。行行行，嗯，这样咱玩一回什么游戏啊？嗯，这个叫所答非所问。什么叫所答非所问？非常简单啊，啊，就是我提出一个问题，嗯，您就回答一个问题，啊，对，那比如说我问你啊，我说今天天气怎么样？就是晴天，这不对了，这不对了，怎么不对？这叫所答即所问，就你说这个答案跟我这问题它挨着了，这不行。那应该怎么着啊？必须得不挨着，哦，没关系。哎，比如我说这个今天天气怎么样啊？你说我刚吃完一套煎饼果子，对，这对了。
哦，就是越没关系越不挨着越对。对，看你这脑子快不快。这也没问题呀、啊。行不行？来呀、啊。来这个啊。嗯。咱不说多啊。您说几句？五句。你甭五句，五十句也没问题。对对，咱就五十句，大伙儿等不 了。来来来。好吧。这太简单了。就来五句啊。来来来。开始了。啊、嗯。今天天气怎么样？我叫严鹤祥。你怎么来的？我特别喜欢纽约。晚上吃的什么？我反对川普。几句了？三句了。你看，你看，你怎么了？就您这脑子，您还说这话呢？您说这是？我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我没问题啊。所答非所问。我都没挨着，反正川普多好，这个后面那我问你几句了，你说什么呀？我说三句了。你挨上了吗？这不是，不是这句也算是吗？废话，就这句重要啊！你就这句缺德，你这个行，能来吗？你再来一回，再来一回我错不了了。再来我错不了。来来来，再来一回啊！今天天气怎么样？这个我叫严鹤祥，你怎么来的？我特别喜欢纽约。晚上吃的什么？我反对川普。几句了 ？Thank you。错了，没有啊！你看看，哎，您这绕的人呢？这是不是你不说你脑子没问题吗？脑子没问题，你不能这么着绕的我。那怎么着？你来那好的考智力那个，正经那个好的。对呀、啊，那太好了啊，太出色了。来一个，咱正经来一个，来考智力的啊。咱玩一什么呢？嗯，咱来一回这个脑弯急转筋。你把嘴里面鞋垫先掏出来，知道吗？什么叫脑弯急转筋啊？你所以才有鞋垫。那个叫弯转，你就咱就来脑筋急转弯。哎，好嘞，好嘞。哎，来看您这、那个。来来来，咱们俩没问题。来一回啊。啊，脑筋急转弯。嗯，咱别来这个太难的。啊，太难，来一个简单的吧。简单的，简单的。这个 FBI 这个入门测试题，好不好？嚯，你看看。好啊，这够难的了。非常简单啊。咱开始了啊。来来来来，开始注意 啊，说的每一句话啊都是条件。来。都得记住。行行行，明白了啊，嗯、听好了啊。说呀，嗯，有这么一棵大树。大树，哎，哦，这个树我一共有八个树杈。哦，八个树杈。八个树杈啊，在其中一个树杈上啊，嗯，落着十只鸟。哦，落着十只鸟。记住了啊。啊，记住了。哎，落十只鸟。啊，这时候来了一个猎人啊，哦，拿了一杆猎枪，啪，就这一枪，嗯，打死了一只。我问你，树上还剩几只鸟？这我小时候就会，一只都没有了啊，都吓跑了。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怎么不对啊？就不对，接着你说多少只？你猜不出来了？我猜不出来，认栽了是不是？啊，你告诉我，告诉你记住了啊，我这正经逻辑分析题啊。有什么逻辑啊？你听着呀啊，说这个树上一共十只鸟，开一枪、啊、还剩多少只啊？还剩十只。怎么会还剩十只呢？一看你没好好听题 啊，有那么一棵树。对啊，这一个树杈上落着十只鸟啊。我问你记住了吗？我说记住了。对啊，你都给他记住了。我都给记住了是吗？我 你打死他，他倒吊着他也十只了他呀。哎，您都给我气死了，您都。怎么样？你看看这，看着。你还敢说吗？你还敢猜吗？你再来一个。我还再来一个。你说一好的。好的有的是啊。啊，太多了。听这个啊。嗯。这个童话你了解吗？了解。童话你也了解？我就爱看童话。太好了啊！有这么一个传统童话故事啊。传统童话故事。传统童话故事。啊、哎 ，traditional 的都是，我知道。啊。龟兔赛跑。啊，这个都看过，知道吧？啊、哎，听着啊，嗯、说龟兔赛跑。啊。王八当裁判，你说谁赢了？你赢了。废话，王八当裁判，问我谁赢了是吧？没得可玩。我说出来，我成王八了是吧？一点不坦荡，你看这人没有担当。这都是人身攻击，你这个。那就你要这个，我也会说。人身攻击，什么叫人身攻击？你看这人。你听，你看他说你嘴里有鞋垫。你这个我也会说，行啊，你也会。对了，你来我听听，听我这个啊，啊我听也是逻辑分析题。好，还有逻辑。说呀，嗯，你们家有一个鱼缸，我们家有，行，鱼缸里边呢有一只王八，还有一只小金鱼儿，啊，把这鱼缸放在冰箱里边，冷冻啊，不是冷藏，过了24小时把这鱼缸拿出来，发现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？这个小金鱼儿没有了，就剩这王八了，问你怎么回事？
这个题挺费劲啊。哎，就是鱼缸，嗯，哦，搁冰箱冷冻，对，二十四小时，嗯，完了之后这个什么金鱼就不见了。哎，不知道，不知道吧？告诉你记住了啊，说一个鱼缸里边这小金鱼，一个王八放到冰箱里拿出来，哎呦，小金鱼没有，就剩这王八了。王八也纳闷呢。你喝点奶茶，你快点，把你嘴堵上，你看这谁让你说我是王八呢？这什么玩意儿？这这比你那强多了，知道吗？这叫什么呀？这个什么呀？脑筋转弯了。对了，太没无趣无趣。你来有趣。我考你好的吧。嗯，考你好的。这个考你一个几何问题，你愿意回答我？可以啊，几何你也行。还几何啊？你不初中就退学了吗？您这还几何？你退学也学过几何？我初中学过几何。对，学过几何，几何代数什么微积分，但都。那好多飞机分呢？对，行啊，给你考一几何题吧，来来来，好吧，嗯，这个长方形你见过吗？见过，长方形啊，嗯，来啊，嗯，现在呢，你手里有这么一把刀啊，这长方形一共四个角，四个角，哎，你切下一个角啊，还剩几个角？还剩三个角啊？这哎，就这学问，这还说我呢？四个角切一个还剩三个角，还说我退学？你看啊。咱这桌子啊，这是一长方形吧？啊，对吧？你拿个刀，你切一个角去。嗯，一共几个角？仨角吗？一二三，这还俩角呢。对，这不五个角吗？你切这钝角也算是吗？这不废话，这桌子它也不是一圆桌呀，它，这不有角吗？这个啊，这算我没注意啊。是是这我知道了。再问你啊，你再来，还是一个长方形啊？你切下两个角啊，还剩几个角？一二三四五六个角？不对。才几个角？还剩四个角。怎么还是四个角？你这么切？对，这这么切还站得住吗？这桌子啊！你把腿留一点，你什么玩意儿啊？怎么样？我再考你一个吧。哟，你还听我这个啊？这比你那强多了。嗯、我这是逻辑分析题。说你啊，走在大沙漠里边，嗯、七天七夜无食无水，突然间啊，眼前发现了一杯岳云鹏的尿。两杯水啊，一杯岳云鹏的尿，一杯岳云鹏的洗脚水，你喝哪个？我哥到这沙漠里也没干什么好事儿，你看没有？什么就这个呀？对了，我喝，你谁说奶茶来着？我听听，我喝洗脚水。这是个变态啊！你要喝尿啊？我们喝那两杯水啊。哪有两杯？不是跟你说吗？两杯水，一杯岳云鹏的尿，一杯洗脚水。你下回说有四个容器行不行啊你？我哪知道？这是个变态，这是。你是变态，你。什么玩意儿？这都什么玩意儿？这都就这个呀？这我也有。嗯，这有的是。你来一个。我猜死你！我告诉你，你听这个，这问题太难了啊！你来，我也来。你不来，我也不来。这打一什么呀？这，这个，这打一个行为。你来我也来，你不来我也不来。哎、对，这我不知道。你这猜都不猜，你也有。你告诉我，不知道是吧？啊，告诉你记住了。来，这个行为啊，非常的纯洁。啊、什么叫你来我也来，你不来我也不来呢？啊，这过去啊，人们都穿这宽袍大袖啊，就这揣手，嗯，这么解释。哦，你来我也来，揣上了。哦，你不来我也不来，没揣上，没有说一个来一个不来的。这想揣这个来了，这不想揣这追这个，你看，没有这个，这是一神经病，对不对？你看没有，咱这都绿色，你知道吧？多好，什么绿色？是不是跟你有点好的没有啊？还有好的？对呀、啊，您的好的不说了，我那好的怕你猜不上来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听这个啊，啊你去过动物园没有？你看这是模样，你看这个闪发着这个兴奋的光。你去过动物园没有？你多大岁数啊？就问你去没去过动物园？去过哪儿动物园？咱都去过，动物都见过啊。全问你啊，说动物园里什么动物最厉害？这用问吗？这个，嗯，老虎不对，老万兽之王不对，不对，狮子也不对。你孙悦，孙悦是动物是吧？孙悦是管动物。不知道吧？不知道。告诉你记住了啊、嗯！说动物园里什么动物最厉害？这是斑马。这为什么呀？因为它是黑白两道。
感谢大家怜悯的掌声，你看这多好，这个黑白两道。我这你快给我气乐了，你嗯，早就给我气乐了，你就这个玩意儿，你怎么你净欺骗了纽约的观众？谁欺骗观众啊？这什么好问题呢？您说点好的呢？这主任，那真有好的啊，真有好的，咱不能这么瞎说。嗯，我说一个，你没猜出来，嘿嘿一乐，我不会，完了那不行。我是这模样吗？你不这还往好往好的学呢？你知道吗、嗯？你不能这样，咱得正经猜一个。来正经的，好吧？啊、嗯，要正经猜呢，我建议咱们就得挂一点赌。赌什么呀？赌什么？你说赌，咱也别赌太贵啊、嗯，好吧？咱们听我的，要不就赌一只手，对，好吧？一只手怎么赌啊？这很简单呀、啊，啊，你是左手有用，右手有用？我都有用，干嘛呀？你哪个用的多？我用的都多，你一来，哦，都得用啊，我这个。你没事自己跟家练这个是吧？您就说怎么赌一只手、啊？好吧，就右手吧。啊，比如说你这右手，右手啊，啊，我出一个灯谜，嗯，你。没猜上来，嗯，你输了，我输了，摁在这儿，嗯，我剁你一只手，这剁我一只手，你输了，那我赢了呢？向你致歉，对，你向我致歉，我也一只手了，我，你这是多有意思，不像话，咱赌点钱就完了，啊、还赌钱，哎，行，赌点钱，咱赌多少？36万，好嘛，您上这致富来了是吧？啊，对。8毛9，不了那么多，天上一脚地上一脚，咱也甭多，咱就100块。你啊，100块钱？啊，不，别100也太多了，120块钱。我差点踢死你。啊、哎？怎么了？你看美元，人说啊，行，20块美元也可以，行吗？20块美元。我要那就是上面画着那外国老头跟于谦似的，就那个样的。我也不是哪个总统啊，那不1美元吗？那不是？不是那个是吧？啊、都那样啊，都那样啊，差不多，反正就嗯，就美元有20块钱一张，有二，有行。我怕他蒙我，你知道吗？嗯、上回给俩7块钱人民币，我拿了。他净玩这个，你知道吗？20块钱。哎，对，行，好，嗯，20块钱，来，开始啊。啊，那谁，我出，你出。你说一个，我猜。我说一个，哎，来，太好了啊！听我这样，再来一个扣字拢印。什么叫扣字拢印？7个字打1个字。啊，可以，可以吧？啊、来，听这个、啊，说呀，二人见面，忙握手。完了，打一个字儿，打一个中国字儿啊、哦，中国字，外国字我也不会。对，一握手你 gay 那不对，那就不是光握手的事儿了。那我琢磨琢磨，你看你、哦，二人见面忙握手，打一个字儿，俩人见面了，你好啊，一般都说好，没有说别的，就是好。哎，您过来。哎，怎么？我猜着了，你猜着了，我猜着了，我给你换一个，说呀，您会聊天吗？我猜着您换一个，这已经不新鲜了，别介，我说一新鲜的，别20块钱呢，这念好，啊，不念好，就是念好，不念好，不念好，你这人矫情，谁跟你抬杠？你这么着 啊，你也别说不念好，我也别说念好，当着亲爱的观众，咱表演一下。还表演一下？对了，这灯谜怎么表演、啊、这就现在就是马路、嗯、您从那边来，我从这边来，咱一握手说好就算输、哦、一握手一说好就算输，你不说不是好吗？行，那你放心了啊，准说不出来，就是好。我说我不好，这完了吗？您说不好你也输了，这不好怎么输？您把不字去了念什么呀？好，输了。哦，嗯，好冷，输了。好热，输了。好家伙，我跟您说，好好好好全不行，您说出好啊又来都算你输，知道吗？那完了 啊，那完了，您这管得太宽了，您这怎么了？这说不下去，本身好这就是一常用字儿，咱俩往这一站，嘚不嘚说4个钟头，没个说不出来。4个钟头 啊，4个钟头观众也等不了。什么意思？咱们5分钟为限，5分钟之内您要说出好来，您得认输，给我20块钱。5分钟之内我没问出好来，我认输。哦，你看看这个是讲理，怎么样？就5分钟，也不用5分钟，有半分钟就说出来，不可能，绝说来呀、啊！好吧，说好就算输啊，说不出好来，来啊！观众们计个时啊，5分钟，哎，这就到场了。我请你喝奶茶、啊，我说来啊，哟，你好啊，输了啊。我没说话吧？没说话。那一握手，你好啊。你等会儿，给钱，给什么钱啊？你等会儿吧，这灯谜谁说的呀？我说的。谁猜的呀？你猜。对呀，你说的我猜。
刚才我说是好，你说不是好，我说一个好，我说十个好，百个好，我都不算数。我是为了拿我这好勾出你这好来，打你嘴里说出一好来，你就输了。那我说是好才对。对呀，你说不是好，我说是好啊。啊，行，好，好，好。哎，那来呀、啊，再来。哟，你好啊。哎呀。这甭五分钟，五年你也说不出来啊。干嘛，老板？你哑巴是吗？你不能交这朋友啊！你废话，你得会说话呀，还得会说话，多新鲜！太难了你，多讨厌！哟，哈哈，你好啊，萨瓦迪卡，咱下回上曼谷演出，您再这样，知道吗？不是，我怕他们带我走。什么呀？您得说中国话呀，还得说中国话，这不能说外语啊，这事儿也太多了，都怪你，我撒什么娇你哟。你好啊，托福。我说您好啊，托福。您好啊，托福。你考回雅思不行吗？你等咱到加拿大也哎，考雅思什么玩意儿啊？怎么老托福呢你啊？这不客套话吗？那不行啊，您要说换着词儿说，您换着词儿说，知道吗？还得换着说，那不老一个词儿啊？你要求太多，像话？这已经过四分半了，我告诉你。哟，你好啊，还那样？还那样就是凑合，一凑合他就不灵儿。还那样凑合不灵儿，你知道吗？您家里都好啊？嗯，那看您问谁了。您父亲好啊？说相声。哦，对对了，您父亲今年高寿了？24。24。24像话？这不你说的吗？我21，我爸爸24。啊、哦，44。哎，有44也不年轻了，还坚持在舞台上给观众演出。这么说，您父亲的身体一定是特别的棒，一棒脸上的气质他就漂亮，漂漂亮。就你爸那模样漂亮吗？你漂亮不漂亮？好好，得得得。您母亲好吗？得病了。哟，没找大夫看看啊？找了啊，找了大夫，号了号脉啊，嘿，摸了摸脉啊，紧接着开了副药，哦，吃完这病就算是好了，更重了，更重。找哪个大夫看的呀？王大夫。哟，我听说王大夫可不如李大夫个儿高。这大夫有说个儿高的吗？艺术高。你说清楚了啊，艺术高。这王大夫要不如李大夫，就给病人瞧不。利索利索，要请李大夫看的病人早就死了，还不如王大夫。不上哪儿抓的药啊？门口小药铺。哟，我听说小药铺可不如大药房，给的多。这药有给的多的吗？这个材料真。你说清楚了啊！哎，我听说你交了一女朋友，是不是？而且还要结婚了，但是啊，我听说你女朋友他们家的条件比你们家的条件可是富裕，那你们家不如他们家有钱，他们家比你们家阔绰，你们家不如他们家 rich， 他们家比你们家，你有完没完？你们家不如他们家，那逮着我媳妇儿问什么？我问着清楚一点啊，我问点别人吧。哎，我听说你爸又给你要了一小弟弟啊。你小弟弟怎么样了？现在长选了。哟，你长，你说你看得这病，你说玩意儿可乐吗？可乐吗？这病世界不都消灭了吗？不是，不是，那没给看看呀？看了啊，抹药了，效果怎么样？见轻，一见轻他就利索，一利索他就除根，一除根他就不痒痒，一不痒痒他就口嘎着，一口嘎着他就又犯了，又犯。这是顶药啊！这是，你老问他还不是顶药啊？你啊，行行，到点没有啊？没有，好好，我真服您了啊！这么半天愣没说出那个字，
哪个字儿啊？那个字怎么写啊？左是一女，右是一子。这字念什么呀？我不认识。他不认识你。这字念二十刀。我真服您了啊！我应该给您多少钱？二十。这么着，给您五十，甭找了。怎么着？给您五十，甭找了。太好了。哎。